起书画起社蹴鞠，云文云武学习无间，生活是一目两天，做中学学中卷，沙子虽小一沙一个世界，粒子虽小希望却是无限，亮亮发挥双手复回，大爱山坡满人间。上喜欢的我，就是啊，敢是要下课啊？咱是搁咧等啥货？方丈公，你宣布明仔载作文题目，叫咱想看卖要写啥嘿？哦。各位同学，请注意听好，明仔载作文的题目就是：你上喜欢你身体倒一部分，也搁有为什么嘿咧？请大家好好想一下，明仔载就看恁的表现啦。好啊，紧转去。你就这样就要来转啊？这个题目足奇怪呢，我唔捌想过。我虽然无想过，但过我已经知影要安怎写。你要写什么啊？我要写我的头壳。我感觉伊足可靠的，会当记足多代志。就足侪思考，阁袂出差错，我要写伊。你的头壳吼是足好诶，我嘛足喜欢你的头壳诶。小丽子的头壳就是真有创意，真赞啊！甲你的比起来，我更加喜欢你诶。你遐紧就会当想到要写啥物嘿，嘛是因为头壳好，我都想袂出来。真。这次的作文题目吼，有够莫名其妙的呢。上喜欢家己的倒一个部分，谁会去想这啊？我就有想过啊。你捌想过哦？对啊，我上喜欢我的脚，因为伊会当让我蹴鞠，蹴鞠是我上喜欢的运动。无喏，应该讲是我上喜欢做的代志。我就知影你也安尼想。阿豪已经想好啊。糖包，啊你咧？你敢想到啊？想到啊！你嘛想到啊？对啊，我上喜欢我的双手，因为我感觉伊足溜力的，会用替我做足多代志哦。上厉害的是会用快速包糖包，包好了后，我就会当出去佚佗啊！哎呀啦，都干那我一个唔知要写啥。阿娘，我回来啊！你回来了？你在讲什么？阿娘讲阿娘今日感冒啊啦。阿娘，你是安怎今日讲话这细声？阿娘感冒啊，你离我较远的，较变让我传染。也唔过那较远的，我都听无你讲话。你先将珠宝去藏的，面洗洗，莫甲阿娘开讲啦。也唔过，我有问题要问恁的阿娘。有啥物问题你问啊？方丈哦，出一个作文题目，我唔知影要安怎写啦。你感觉吼，我上喜欢我规身躯甜甜的倒位？这吼，阿娘是要怎替你感觉？你唔知爱家己感觉，阿小弟子感觉咧？我唔知呀，这就困难咧。阿娘看起来小弟子拢真好啊。面子也够多，头壳够巧，而且卡手够美丽啊！我讲你讲的遐尔好，你写到位安尼，咱感觉足合理的。也唔过，我感觉若甲别人比起来，我到位拢嘛输别人。会啦，小丽姐有自信。娘，阿娘感冒啊，莫甲你讲伤济话，阿娘来无用啊哦。新妇啊，既然你感冒啊，今仔日的志工活动都卖去好啦。袂用的，袂用的，我也是爱去啦。你人无爽快，归去卖去。我去总是真淡薄仔力量，我袂传染给别人啦。好啦好啦，你爱加啉一挂滚水嘿。好，还是先休困一下较好啦。我先来做番麦饼，小弟子想要吃。
阿娘，你干嘛呢？你身体又困啦？我会啦，别得要做好啊，小蛋就会当吃哦。阿公吼，拄则有听到你问恁阿娘的问题，这个问题你会用问阿公啊？好啊，那安尼你敢会当甲我讲要安怎写？阿公感觉啊，你不管倒位拢好，你用的全部拢写。阿公，你莫闹啊啦，安尼是要写到伫当时啊？是哦。我就知阿公你上爱滚生笑啊。小弟子，你闲啦？我到这阵拢还袂想到要写什么，哈，我就无子嘞。弟弟子嘛，拢还袂想到哦，写袂出来，写特别落下。你敢想到啊？想到啊，我袂写，我想讲也是歪嘴，因为我讲最好这物件，跟我手指最好这关系啊。你也这简单，我嘛想会到。啊，我替你想哦。啊，你想起来，小日子也确实是真歹想。对啊，这个题目对我来讲真正足困难呢。吼、哦，我哪会这衰？大爷，什么代志？大爷，你敢想到作文要写什么啊？当然想到啊，早就讲。你要写跟什么有关系？有理由。这有淡薄歹用，可袂使好一挂暗示。嘿嘿，又袂对啊吼！你紧讲啦，莫拖拖刷刷。是我的鼻啊，我的鼻啊精灵，和我拼命回还。哈，你有啥物回还的拼命？我哪拢唔知道啊。这你是袂了解的啦，我嘛无想要甲恁两个讨论。除了非凡的品味，人民的手感，阁会当予我避着危险。我马上，阿姨，你敢有想到作文要写啥物事啊？小日子想袂出来，你会当讲出来，予伊参考一下无？丹哥，恁拢看袂出来是无？是卡子头哦，是大灾哦，是颔棍哦。看袂出来呢，当然是我的目睭啊！你无感觉足水的是无？哎呀，你唔捌啦，乌鸦！你的目睭是足水的啦，也唔过吼，你的作文总袂当干那形容目睭有偌水啊！对啊，啊你唔是足客气的。免啦。除了美丽的外表以外，我的目睭会当让我欣赏到美丽的事物。当然咯，除了美好的事物，也会当看到一挂无美好的，才无参像恁遐尼混沌。哎哟，恁大家卖当我的人好无啦？自暴自弃的。免怎啦，大家拢想到啊，干那我拢想无。我困难啦。你就凊彩拣一个啊！凊彩拣一个，我嘛唔知道要写什么个啊！我无遐特别的鼻啊、目睭，还阁有嘴，我来去找方中啦，甲伊讲哦，我写袂出来好啊。妈耶，反正方中会用引导你写出来哦。对啊，我拄则看到方中走去厨房啊。我感觉甲大家比，也无什么特殊的所在啊。我都唔知影要安怎写。小丽子啊，你好亲像是误会啊哦，唔是安尼啦。我所爱恁写的，是上介意恁家己的多一部分，并唔是多位啊赢过别人。也唔过哦，甲因大家比，我都一直感觉我家己足平凡呢。写这篇作文的意义，其实是为着要让大家。唔通袂记爱爱惜家己，不管甲别人比，是毋是足平凡的？喏，介意你家己，才会有自信。有自信了后，就会对家己充满感激。所以，甲方丈讲，你上介意你家己的多一部分，唔是听别人安怎讲，不要紧。
你还有一点时间可以想，不能着急。多谢皇帝。我到底最喜欢我哪位啦？阿娘看起来小日子都很好啊，面子也够水，头壳够巧，脚手够美丽啊。嗯，也不过我感觉跟别人比起来，我哪位都嘛输别人。袂啦，小日子爱有自信。小日子，你在想什么呀？伊人无爽快，归去卖去。我去会当尽一份力量，我袂讨厌互别人啦。好啦好啦，啊你爱加啉一寡滚水嘿。好，还是先休困一下较好啦。我待先来做块面饼，小弟只想要食啦。啊，我知影我要想什么。我甲伊家己的心，伊予我吼有足侪爱心的感觉。我喜欢我的心，像像阮阿娘同款，遐温柔，遐尔善良，阁温暖。虽然我感觉我甲阮阿娘袂比的，也毋过我会拍拼向伊看齐。小弟子，你不要紧哦。真好，我真好啊。